There's 104 days of summer vacation, and school comes along just to end it. So the annual problem for our generation is finding a good way to spend it. Like painting! Building a rocket or fighting a mummy or climbing up the Eiffel Tower. Discovering something that doesn't exist. Hey! Giving a monkey a shower. Surfing tidal waves, creating nanobots, illuminating Frankenstein's plan. Hey, Joey! Finding a dodo bird.光之旅上，孩子们，这些化石是几百年前生活在丹村的生物遗留下来的。还好那些生物现在不存在了。不对，是还好我们没有生在那个年代。哦，你们看，这只暴龙的脚印是在距离这里30米的地方被发现的。嘿，上面还说化石就在我们家附近被挖掘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收养的，后来生病被送到塞门老头农场的狗啊。嘿，孩子们，再往前走好吗？下一个展示是塞门老头。嘿、hey, 有没有人要喝奶昔啊？老祖宗的智慧就是为我们展示的。嘿、hey, 那些人在看什么？这件是最吸引人的展品之一，由19世纪科学家萨维耶·欧纳西斯所发明的时光机器。当然他的发明没有成功，不然今天就会在这里见到他了。你们说是吧？啊，对不对？好吧，继续往前。时光机器，哦，小博，我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了。嘿，对，把时光机器修理好。哎，泰瑞呢？密探阿泰，是我实习生凯尔，这里有一点小状况，莫莱管队长已经一整天都被冻得像石头一样。对不起，就反正如果队长开口，他一定会用当作第一个字，对不对？说正经的，他会说杜芬舒斯又要作怪了。快查清楚他的轨迹，对不对，长官？他应该说对，对吧？祝你好运，密探阿泰。这个化石是侏罗纪时代剑龙的唯一展示。哦，好棒啊！为什么飞哥和小佛就可以不听这些古董历史，而我却得忍受？你们在干什么？修理时光机器啊！你们破坏展示品，我要去跟妈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破坏展示品，我要去跟妈说。嗨，两位，你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修时光机器。哈，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可能。祝你们好运，我跟队员要去参观本地化石展览，那就玩再见吧。嗨。啊，那个跟这个鸭嘴兽泰瑞，我这。这里没有别人，我是说你来这里做什么，鸭嘴兽泰瑞。里面有老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进去，泰瑞。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见过寻找密探的熊猫。什么？我衣柜里有熊猫，而且脸上有熊猫的爪印。这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不是敌人，只是不好的朋友。妈妈，妈妈！喂，等等，小姐，这里不能大叫，没看到标示吗？对呀，这里是博物馆，我叫又不会吵醒任何人。你也被赶出来了？对，也没大叫。在博物馆大叫，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为什么被赶出来？斗拿一手龙和大叫不一样。你一定要把我偷偷溜回去，拜托拜托拜托。哇，好吧，我有一个周全的计划，像作战一样的安静、精确和时机。哇，在第六区有人大叫。
嗨，杰洛米。嘿，凯蒂斯。这是一只泥浆狗。对呀，是新的。好无聊啊，感觉上好像等我值完班了以后，我也变成展览的化石了。真是太好笑了！抱歉，我得走了。刚才好险呐！很好，小佛，我们可以测试电路计量稳定器了。测试。你听到什么了吗？展览的画师，真是太好笑了。对呀，你刚才去哪儿了？什么意思？我哪儿也没去呀。真的？测试二号。那你要不要点点什么呢？三号测试没问题。哎，杰罗米，凯蒂斯，我真的有点被你吓到了。哎，你在博物馆工作会不会年纪太小了？会的，是太小了。好吧，很难得看到年轻人对历史感兴趣，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说吧。事实上有个小零件不见了，看起来有点像这个，你看见过吗？很眼熟啊，我会帮你注意的。抱歉，鸭嘴兽泰瑞，我不希望这个被你发现。好吧，是这样的，熊猫彼得是我新的死对头。我们是在西雅图的邪恶天才大展上认识的。我和彼得强烈的相互讨厌，后来他破坏了我的邪恶计划。我本来不想那样，但是就那样发生了。熊猫彼得，请你帮我们买汽水好吗？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恨你，我恨，但是我认为现在是我们之间停战一起对抗其他人的好机会。谢谢你，彼得。我本来应该请你喝一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了结个干净。我说到哪儿去了？哦，对了，熊猫彼得，你以为你比我聪明？鸭嘴兽泰瑞，你让事情变得更棘手了。继续啊，现在结束了。哦，那个，那是冷冻光终结者，但是我不想做太多的解释，细节我都跟彼得说过了，不要担心，他会阻止我的，他会处理好一切的，放心吧。再见。我恨你，熊猫彼得。你，我不是把你赶出去了吗？嘿，这是什么？偷窃展示品是很严重的，跟打架一样严重。好，我要进行最后的测试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说吧。这个嘛，好的，我之前说过了，我们需要这个零件。很眼熟啊，我会帮你们注意的。在这儿。酷，谢了。My life, it seems, is empty. I spent all my time keeping you from doing wrong. You were my only nemesis. I'd foil your plans, but still I miss the moments when we didn't get along. So search your heart, please, Dr. D, and I am sure that you will see that you meant to be my only lifelong enemy. But now you're doing battle with a panda from Seattle. I miss the moments when we didn't get along.亲爱的，可以给我5块钱听语音导游吗？当然了，门外汉。妈妈，飞哥和小佛在老祖宗的智慧那里乱弄展示的椅子，小佛用管子弄出一堆火花，他还戴着面具，像这样。你现在就跟我来，求求你，求求你，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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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吧，既然你认为这么重要，真的，我跟你说过我有多爱你吗？他们在这边，快点快点，就在里面。小佛，那个东西可以用吗？抓住了，你们两个完蛋了。凯蒂斯，走慢一点好不好？凯蒂斯，我们成功了。什么？
成功什么？带我回家！好吧，凯蒂斯，没问题。这下问题大了。时光之旅下，不管做什么，都要把声音降低，还有动作不能太大。哇，真的成功了！我们去救凯蒂斯，跟着暴龙。等等，我们没有头盔。希望你喜欢化石的语音导游。如果你想再看一遍，请将录音带翻面。这个我会。嘿，我不记得看过这个部分。这看起来像凯蒂斯，亲爱的，你一定要过来看看。好，我跟你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诡异的事情，它看起来就像是凯蒂斯。情况不妙，亲爱的。躲进草丛里面。凯蒂斯，你在做什么？我在跑步逃命，看不出来呢。好，跳上来。小佛，加速前进。为什么我头上戴一只乌龟？嘿，太幸运了，你看。这哪叫幸运啊？这只是吃素的。所以它不会吃我们。不会。对不起。请把我们放下来，我们是肉做的。谢谢。哇，很神奇，对吧？你们最好快点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如果我们到不了家，我就不能用这个对付你们。嘿，看起来很眼熟，快点过来。有人认得出这个坏蛋吗？是那个想把我活生生吃掉的野兽的脚印，而且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那个脚印化石一模一样。好极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离开史前时代呢？看我的吧。我觉得像是暴龙的脚印。你们看，有信息。时光机器毁坏了，被困在公元前3亿年前。署名：飞哥、小佛和凯蒂斯。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现在，请把美女家族手册翻到时光旅行的部分。嘿，有人看到泰瑞吗？慢慢来，慢慢来，你踢破了我的。我还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事情发生在我决定拍照的那一天，就在我走出照相馆之后，我的人生永远的改变了。我隐约觉得，有个人躲在信箱后面，我有个死对头。Yes, I have a nemesis. My nemesis, my nemesis, my nemesis, my nemesis. 对头，我忘了乔以后是什么了。彼得，你在做什么呢？你拆了我的冷冻光终结者，趁我歌颂感情的时候。我要跟你绝交，我要跟你绝交。
挤进去了。好了，开始吧。等一下，我想我知道哪里有问题。上面写十七器，漏写了一个光。哦。现在是史福多乐博士主持的《我还想做你的死对头》，欢迎史福多乐博士。各位一定想知道，如果没有了死对头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位嘉宾鸭嘴兽泰瑞就遇到了这个状况。鸭嘴兽泰瑞，请告诉我们你的感受。我很抱歉，他并不常跟人说话。哦，我懂了，所以不顺畅的沟通过程让你踢掉了鸭嘴兽泰瑞。不是，当然不是。熊猫彼得也不说话，它是一只熊猫。哦，明白了，因为它是动物，所以不会说话。当然不会，你是哪门子鬼科学家？是的，博士，如果我告诉你熊猫彼得现在就在后台呢？什么？彼得熊猫在场？鸭嘴兽泰瑞，我根本不知道。各位女士们、先生们，熊猫彼得。不敢相信我被困在这里，不敢相信我永远都没办法考驾照，或者穿得美美的参加毕业舞会。我最不敢相信的，我永远都没办法再见到基洛米了。我们到底还要待多久？不知道，小佛跟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安静冥想，训练耐心。太好了，反正事情也不会变得更糟了。你们看，世界上第一个乱发人。我说飞哥，你呼叫的救援队伍在哪儿呢？我刚刚想到时光机器，我好像漏写字了。希望呢不会影响太大。显然没影响。嗨，各位，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等你啊，快上车吧。我们得救了，你知道吗？时光机器，你忘了写光。知道，对不起。继续前进，小佛。你想要告诉我，你建造的时光机器还要插电？你给我安静点。凯蒂斯，不要突然移动。有什么关系？反正已经死定了。在恐龙的地盘上，叫我们上哪儿去找电呢？参观时间在十分钟后结束。太棒了吧！天哪，太惊险了吧！幸好他们有我，不然我们还得想办法到处躲。暴龙！谢谢你，彼得，我是故意把椅子摆在一起的，杜芬舒斯博士。告诉鸭嘴兽泰瑞你的感受。鸭嘴兽泰瑞，很抱歉，我并不想伤害你，但是却伤害了你。如果你愿意给我机会，我保证用最正确的方式伤害你，就是用卡通式的肢体暴力和我从网络上买来的用奇怪的东西组合成的精致陷阱来伤害你，你说呢？那么鸭嘴兽泰瑞，你的看法是？谢谢你，鸭嘴兽泰瑞，看好。真不敢相信，成功啦！你知道吗，熊猫彼得认为他拆了我的冷冻光终结者，但是记好了，那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赶快把真的推进来，伙计。其实我的计划很简单，把最棒的密探都集合在一个房间，然后把它们转化成巨大棋盘上的棋子雕像。启动。妈妈，妈妈，不要进去，里面有一只活的暴龙。它遗传了你的想象力。鸭嘴兽泰瑞，你不介意我跟熊猫彼得说再见吧？我觉得这一切很奇怪。熊猫彼得，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感觉。
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吓人的恐龙怎么样？不行不行，不要进去，待会吃了你们的，我是说真的。哦，你说的对，凯蒂斯真的很像活的。等等，我的遥控器呢？黑猫，爸爸，你也在凯蒂斯？历史太迷人了，我们还回到过去了呢。我非常能够体会你的意思，这个展览让过去变得太真实了。你在这儿啊，泰瑞。好了，历史学家们，我们回家吧。嘿，凯蒂斯，博物馆里我最喜欢这个化石。哈，真是好笑，没想到原始人还会戴安全帽。化石，哒哒哒。化石，哒哒哒。化石，哒哒哒。化石。哒哒哒，化石，哒哒哒，化石。